我是鳄鱼妹撒新民。大家知不知道带鳄鱼出门多么的麻烦？每次都要劳师动众，兵荒马乱，再加上非常的狼狈。所以我不是不愿意带妹妹去很远的地方，是因为真的会很麻烦，她又会晕车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沿途要休息很多次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有个任务，就是我们要出去买点东西，我们请到了小帮手 Kiki。Kiki， 那你接到这样子的邀请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啊？还是我因为上次有来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接触过妹妹之后，现在应该还行，还行。对，对她有一点点熟悉度了，我觉得再见面的感觉应该会更亲近一些。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那你觉得她妹妹出门要准备什么东西？妹妹出门哦，准备她的水。水，食物，笼子，还有呢？还有一颗勇敢的心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带妹妹出去的话，我们一定要准备一台轿车，因为她只喜欢坐车，然后必须后座都要亲给她坐，对，不然我们人挤在也人挤着也可以，但是她就会怕一个人。那后座会是需要有人照顾？对，照顾他，安抚他，然后他也喜欢趴在妹子的腿上。哎，下流，没有。所以我今天是要跟他坐在一起。坐在一起的。哇，这么的亲密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准备他的推车，因为我们抱着妹妹，我大概走十步路，我就会分出。咚，对，会很累，因为它其实蛮重的，然后它又是长条形，不太能折，所以必须要像推土机这样子撑着，这样子扛着，所以它手臂肌肉是职业伤害啊，可以找妹妹球场吗？手腕都拉伤了，能找妹妹球场吗？然后准备推车，然后再准备有车子接送，然后再需要人力，对，需要一个人来帮忙开车门，然后。推着车子，我把它抱上车，这样子。组装车子啊，推车这种开车门，我最可以，苦力就可以找我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出去帮妹妹买点东西。然后我们今天是要买胸杯，因为她没有个胸杯，出门的时候可能怕她的保护色太强，所以可能在那种草地啊，或是在那种原生环境，我们会看不到她。然后加上没有牵绳，我们都提倡宠物外出都要有牵绳，就是保护它的安全，也保护其他人安全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要去买它的牵绳。买它的背带跟牵绳。对，没错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请妹妹出场咯。好，走了。走，我去带妹妹。妹妹来了。妹妹有没有出门呢？哎，你在哪里？还在这边？妹妹，出门了哟！出门了，走了。小王是最乖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好。我要出门了，哦，好累哦，好，上来带他就累了，啊，好，伸展一下，好，我能帮你一起提起吗？你可能要离远一点，因为我怕他会甩啊，对，因为他，走了，然后你待会可能要帮我开门，快冲啊！经过一番折腾，我们终于安顿好妹妹在车上，然后我们很累吧，很累吧。我的生命值已经归零了。刚刚听到说你手又
然后又扭到一下，超痛的。妹妹真的很重的，超重了，我一定要走机会称一下多重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出发去宠物店买他的背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准备下车了，但是因为你看很明显的妹妹压在我身上，所以就要交给小帮手来组装妹妹的推车，交给我。好，妹妹先待着，等等我。对，我都推麻了，卡顿嘞。啊，走走走那边，这边寻找胸背带。好，好，大概看到在这一区。妹妹，有没有看到喜欢的呀？哦，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胸背呢，除了是要挑他喜欢的之外，还要挑他适合的，因为你看鳄鱼它其实是长时间是趴在地面上，对，所以不能说有扣子在胸口的，因为它这样压着一块硬硬的，它会不舒服，所以变成说它胸口这边、肚子、腹部这边是要布的材质，哦，让它比较舒服。对，所以它因为它长时间压着嘛，才不会一直卡在一个东西在那边，所以舒服，还是好累。归零了吗？啊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就是胸口要我布了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想说这种的，它会比较舒服。对啊，你看它这前面是都是垫着的、嗯。对啊，这种应该是可以啊。它是有分大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不知道有它的尺寸哎、欸。啊，这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个是多大的？看一下，它这个是 L 号的 ，L 号会太大吗？你们车？大概是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大，搞不好太小。对啊，好，我们来找妹妹来试用。咦，看一下这个怎么用。嗯，好像是这样子吧。好像是。所以是，还有安全扣。这样子。好。尖尖尖尖。手手要放进去，对，手手要放进去。好像可以耶，哎、欸，好像刚好哎，刚好啊，可是它没有震啊，它没有震，这是在垫哪里啊？好像有点怪怪，是这样用吗？位置好像在往下。就是它下面的那个，因为它这个是给狗狗的，应该不是用在它们身上的，这样子。嗯，哎、欸，感觉可以耶。对啊。你要吗？我想看它走走，看可不可以。妹妹走走，走走。妹妹走走，走走。走吧，走走。妹妹走走，啊，你给我走。应该这个会比较适合吧。
哦，它是用魔鬼粘黏的耶，这样子比较方便一点。对啊。好。这是手手，好，这一只手手，好，这是好，好，可以的，可以，好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好可爱哦、喔，给我，这是他的啊，嗯，刚刚好哎、欸，好可爱的，嗯，手手运动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这件可以，找到了适合他的。妹妹，你走走好不好？我只求你走走。真是差 L 的、欸。我们往前走走，妹妹。嗯，走一下，你走一下，走一下。快、嗯，假动作。快点，走，我们看看。好，走了，走。好，找你的新衣服、欸，快点。快点，走了。就最难的不是挑背带，最难是他不走。你手会卡到吗？毕竟还是狗用啊，也是很符合它的。对啊，宽度什么都很好。嗯嗯，而且符合它，而且再来调松一点，方便。如果大一些的话，你可以。好可爱哦、喔，它这边不会不舒服。啊，摸摸看，啊，舒服哎、欸，可以，这可以哎、欸，刚刚好。就是你的了，你要走走，拜托。走走后面，妹妹走走，妹妹哦，你一定想说很好奇，为什么一定要来那种草皮啊，或来户外？因为刚刚在室内环境，那个地板比较滑，它没办法就是好好的走。这种草地的话，它比较有抓地力，它比较能好好走。但是你要不要走一下？然后能让它走走，然后适应一下这个胸背，然后我再看哪里需要改。可能看目前看起来是手这边，可能要再改松一点。嗯，因为他们这毕竟是作为狗的。哦。对啊，要给它活动范围再大一点，对，手要再大一点，然后加上就是说在室外有很多其他音，就是声音的干扰，所以顺便做一个社会化，就是训练习惯外界的声音，不然他们就是外出的话就容易受惊吓，然后就害怕，然后就攻击，你看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鞭炮声上。嗯，他感觉蛮淡定的，他都没有什么反应。你要不要走个几步，妹妹？草皮耶，你喜不喜欢草皮？妹妹哇！开始用他的背带了，他是不是挺起来了，很挺啊，所以脚不会滑掉了。嗯嗯嗯，真的哎，他喜欢哎。他现在好可爱哦、喔，他好适合这个背带哦、喔。而且走超过五步了，他也加快。他是喜欢的吧，这个位置。啊、哦，他累了。差不多，他刚刚都走了十几步了。有，可以，看起来是可以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
经过今天这样一日小帮手带儿子出门，有想象中的容易吗？真的不容易，我只能说真的不容易。就是我想象中带鳄鱼出门应该就是轻轻松松，然后把它放上推车就可以了。可是因为它鳄鱼本身跟狗狗不太一样，它不是说你出门牵着它就可以走了。对，对啊，所以就会变成是出门就是有点劳师动众，然后又很费力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真的不是我不愿意去南部见粉丝什么的，是因为它现在大了，然后要拉屎要拉屎。它酝酿了，有点是要大便，是吗？它草皮很容易会刺激它想大便。你说那个感受，就刺刺的，就像狗狗有时候到草皮，它会突然想拉屎。哦，被磨蹭。妹妹，你干嘛？你要大便是不是？哦，好像是哦。是吗？是。我蛮好奇的，它排泄的地方在哪里？哦，是吗？是这样、你看，就种地呢，还在宣示地盘呢、啊。你像这块地你也要是不是？我第一次买岛，平常都在家里种，然后冲上去就没了。我第一次这样看到它，声音太大了，它的声音好浑厚。终于拍到了，都有听过，但是没有拍下。对，都有听，就如果看到，然后拿手机出来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对，很难得、好帅哦，恐龙哎、它就只要有宣示地盘，就想要宣示地盘就会这样子。对，对，所以不定时。对，所以他是想要这块地吗？有可能哦，这块地可能他觉得蛮大，喜欢。喜欢，我刚才以为他要大便，他屁股那个翘翘的、我以为那个声音是要大便这样。对，我也以为啊，就他突然是这样震动。很帅耶，超帅的、我们刚刚讲哪，就除了出门麻烦之外，那你对鳄鱼这样子第二次近距离体验，你有什么改观吗？我觉得我跟他的关系又更亲近一点。你早刚稍早你评断说是60分，好了、我觉得今天表现有80分，真的吗？真的有帮到事情的感觉啊、不管主推车这部分，来主推车，然后你这个可以帮他走啊、还有穿胸那个他的那个衣服、胸背带，有今天有比较帮上忙，耶，赞赞，有拍到，对，有拍到可以加分，拍到什么？他震动啊，但是这是草地的功劳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先到这边，我们谢谢 Kiki 小帮手，很开心可以认识妹妹。好，上面还有拍摄，就是一日保姆鳄鱼的，鳄鱼的一日保姆，所以可以去他那边看看影片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太累了，你看我们都快起来快挂，生命值归零。但他看起来很开心就够了。他看起来，我觉得没差。他刚走了十几步，应该是开心的、开心，海宣是主旋。对啊。好，可以。好了，结束，拜拜。拜拜。